玩具 TV 完全睇唔到樣，究竟今次嘅主持係啲乜嘢腳色咧？就係柯柏德同埋呢一個 Bumble Bride 好，我戴翻個頭出嚟先。好啦，咁啊，玩具 TV 第22季第9集咁啊。樣都睇唔到咁誇張嘅介紹，就係 Free Zero， 我可以講係最 top 嘅系列 Premium， 因為叫 Premium 啊嘛。係啦，你記得 Premium 真係唔係差嘅。對上一隻係呢一個都係 Optimus Prime 係嘛？定係 Bumble 嚇 ？Base Wing 哦 ，Base Wing 係啊，咁啊已經都一段時間嘅會相隔咗，係啊，所以以為佢哋唔玩啦，其實仲繼續出。喂，呢啲真係要出，因為本身真係如果即係追求呢一個雕像級嘅，而又要大件嘅產品，而仲要玩得嘅話咧，似乎暫時淨係得 Free Zero。咁當然其實本身早前另外一係邊間話出 Optimus 都係幾廿寸嗰只，你嗰個又係啱啱頭先個牌子咯，又係羽毛道，叫羽毛道加 Yellow Park， 係 Yellow Park 係啦，佢都有嗰只即係超巨大嘅，廿四寸啊！嗰陣時我哋介紹個灰版啫喎，係嘛？上色版都介紹過，但係嗰個係真係版嚟嘅，未佢出咗貨未？未出，可能要到七月可能佢真係兩三年嘅咯喎，要啊，因為真係都幾難做嘅。講真嗱，其實因為 Fisio 真係行裏邊大哥嚟嘅，因為佢可動成品，其實佢一路以嚟都係上色啊，可動嗰啲係好出色做得。咁所以其實另外公司做唔係唔得，其實你好多技術困難要克服啊。啊，即係唔係講咁易。咁我哋睇下今晚個大哥點表演啦。係啦，咁啊啱啱其實成個盒已經遮住咗 Brian 一段長時間咧，我就覺得真係於心不忍嘅。咁所以我唔出樣係冇問題嘅，因為咧點都要轉一個圈嘅。呢、這個盒真係大到咧。係。我拎開只盒，大到咧。咁本身都用咗一啲膠，算係膠嘅質材啦，咁啊笠住嘅，咁啊都係嗰句，你可以睇到個比例係幾大。我擺我前面啦，好大，即係得個身軀咁大啦，除咗肚腩嗰度佢大少少啫。好啦，咁啊麻煩阿 Ricky 啦。好，睇翻只嘢。哇，咁個產品都係差唔多大嘅，我冇諗過係咁大。好啦，我又擺喺度度一度啦。喂，你好似某間公司嗰啲，邊間公司擺心口影嘅，好似 Iron Studio 好似咁擺心口影，即係其實 OK 嘅，即係喂，你知有幾大？好鬼勁嘅 Ricky 真係完全知道我哋想點啦。好啦，咁啊要企起身玩嘅，咁啊四寸咁大，我都控前少少，或者都可能要麻煩翻 Ricky 用翻 close up 影翻。即係 to be honest， 即係點解 premium 收緊幾多錢啊？呢件嘢？四差嘢，正價公價4000到啦。四差嘢俾啲咩嘢咧？又投訴落嚟啦。就係一個可動嘅 figure， 可動雕像啊！哇，這個我真係哇喎，又係。係啦，本身我唔出聲住，我就係想俾大家睇翻，而家 Ricky 已經幫手睇緊成隻柯柏文本身嗰啲 detail 位。我俾少少 dead air， 我諗我係好想大家去留意翻成隻嘢入邊每一個單位每一個細節。本身團隊係好 recommend 大家拎住呢隻嘢對住套戲去逐家睇嘅。似乎暫時坊間亦都冇乜邊件產品係可以話即係追求到喺電影入邊每一個細節，我哋揾導演望望先，因為其實啱啱而家我哋近鏡嗰個鏡頭咧就黃咗少少嘅，同大家講，你睇翻我哋側邊我哋細框嗰度係白啲嘅，係，咁就唔知點解 white balance 有問題，係啦，咁繼續阿德哥講啦，哇呢、這個係啦，咁所以就用翻遠睇啦，咁既然遠睇，我褪前啲俾大家，係啦。咁啊，攝影大佬啊 ，Ricky 可以睇翻本身由頭頂嗰度望一望啦。本身其實嗱，著色方面大家都見到係非常之仔細嘅。咁另外亦都有唔同嘅戰選位。細鏡頭、主觀鏡又多喎，睇下。好啦，由頭睇啦，我哋。都係黃。都係黃。唔知點解？算啦，唔緊要。咁我諗大家淨係留意翻啲細節位啦。咁啊，而家就影緊個空啦。咦？喂 ，fit？ 誒？好啦，咁啊，逐樣睇翻啦。本身真係好靚嘅線條，同埋你見啲紋理咧，係完全做翻曬。
本身上色其實絕對不會話淨係大家熟悉的紅、銀、藍就算。咁一啲喉管位啊，俾個手臂大家睇啊，又控近少少。一啲彈弓啊、氣喉啊，即係金色、銀色，全部係同你做翻曬。marking 啦，出翻嚟，我又出翻嚟啦。哎，我又要再吞口啦，系啦，拉高少少啊，唔該。系啦，或者你指揮我，你可以睇翻呢一度。哇！一陣先喐啊，喐嗰陣時先哗哗聲啊。嗯。係啦，會見到一啲金屬色係上得非常之靚。佢呢次上色，我覺得係有再上一層樓喎，真係。另外又再影高少少。呢度其實會尷尬啲，未必睇到嗰種咁強嘅金屬感。係呢度睇係。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現場見到咧，係好靚嘅。啊，唔知點解呢一刻望落就好似灰啲，其實應該就有啲係金屬感，似呢個下一節嗰個位嘅。係啦，呢度就你見到，可能你光線問題。係。我哋嗰側一側影咧，可能會好啲。同埋會見到，除咗金屬感之外咧，亦都係有一啲污跡喺度。嗯。污跡啊，大佬，唔係舊化咁簡單。好，這個真是貨來的，我想說。是啊，大貨來的。大貨來的。黐鬼線。其實我是想又給大家望一望。我又不是特別講講可動性的，但是真的，這麼漂亮的backbone，那種著色，還有本身每一節也都有不同的污跡和油跡，整件事是瘋瘋的。是啊。我也是想說呢，這隻如果4000元呢，唉，真係大家手鬆嘅，唔使諗噶啦。又係我句好老到，可一不可再。同埋咧，應該可能咧聽到把聲咧，嗰個唔係阿嘉嚟嘅。咁，我想補充少嘢，因為咧，其實大家市面上咧會見到好多同類型嘅產品啦。係。咁但係咧，大家都會有少少嘅外觀上都會有啲唔同，因為其實咧，佢當初觀模嘅時候咧，佢有啲好多嘅細節係基本上同電影入邊唔同嘅。咁大家所有嘅唔同咧，就會係大家到底喺個電影入邊跟得翻幾多嘅內容咁樣樣。係。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嘅細節嘅部分，或者係個頭嘅形狀啊，大髀前面嘅一啲細節啊，嗰啲都係我哋去。去睇翻電影嗰邊，就去跟翻所有嘅位置出嚟咁樣樣。係，即係官方提供資料其實唔足夠，就喺就有睇到 final 嘅電影版本、剪接版本咧，就出翻啲 details。呢個一路都係好多玩具公司咧花咗好多心血嘅地方啊。同埋本身其實我而家頭先不停咁樣攆只腳俾大家睇翻，即係一啲喉管啊、電線啊、上色啊、避震啊、油壓啊等等等等等。我純粹其實我一陣先玩啊連動，我純粹即係想俾大家睇翻啲 detail 位嘅啫。Close up 個頭唔該。啊，頭先嗰把好靚嘅聲，有少少介紹過本身點樣去追求翻喺呢一個劇場版入邊嗰種細節。就係唔係阿嘉嚟嘅？我不講啦，因為本身冇特別帶電，如果著咗燈嘅話，我諗仲可以介紹多少少。首先再近少少，淨係想影個頭啫。頭啊，真係冇電啦。最盡啦。最盡我近前啲。好。係啦，咁其實除咗本身頭先你哋所講嘅細節咧，我想大家留意翻個嘴。個嘴如果你有揸實物嘅話咧，本身其實。真係你要留意翻喺黑線嗰度咧，係有深淺之分嘅。佢會將呢一個嘴型喺呢一個劇場版入邊所有嘅細節位，都喺呢一度表達翻曬出嚟。我相信暫時冇一個產品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連線嘅深淺佢都可以分別好清晰咁樣分翻出嚟，同埋都可以望翻。雖然而家冇特別帶電去著燈啦，而家大家見到隻眼其實就係一啲。即係平時大家玩開，可能即係變形金剛就即係就咁兩隻眼咁樣嘅。咁啊，不過倘若如果你著咗燈嘅話咧，你係會見到好似劇場版入邊係有眼珠咁嘅效果。有呢個放射紋嗰啲咁嘅精細度，因為其實上次我哋玩隻小版本都有噶啦，即係 Bumblebee 啊。咁其實側側地你可以望翻本身個頭嗰個形狀啦，其實。我不敢說你會很明確地看到每間廠的分別，但是如果你看劇場版裡面 Opperman 的造型的話，
咁我可以好肯定咁樣講，呢一個頭暫時係最似嘅。嗯，同埋一睇佢個頭啊，肩嗰啲舊化上色咧，已經好滿足，因為佢真係做得好好啊。嗰啲舊化咧，同埋嗰啲叫真實嘅戰損啊，你甩七啊，甩七啊，呢啲位咧，哇，係做得咧好精細，因為即拎出嚟係，我覺得係似啲玩家自己重塗咗一次先至拎出嚟嘅。以前真係唔好講幾年前係我見到呢種產品，而家係一個 final 完成產品，佢有呢種狀態，其實真係我覺得係做得好啊。好啦，咁啊講完呢一個外觀啦。咁啊，講完外觀，或者我諗真係直接去喐下隻嘢啦。咁啊，首先講多少少先。本身其實呢一隻 Opperman 可以做到兩個形態嘅。嗯，形態咧？唔識得啊，問你啊。放心，我本來唔係 Transformer fans， 所以冇辦法噶嘛。絕對唔係可以變貨櫃車或者載具，佢本身其實會做翻呢一個 Earth type 啦，即係地球形態，同埋斯比頓星嘅形態。咁而家暫時 display 嘅係呢一個地球形態。嗯。不過我都唔搞住，我就喐咗佢啲手手腳腳先。嗯。做緊做緊嚟頭，或者係要企喺度玩嘅大佬。咁啊，見到本身都係一個波頭啦。嗯。波頭之餘，下邊你會見到頸同埋胸都有另外一節嘅可動關節，即係變咗可以咁樣喐嘅。同埋你咁喺高空俯瞰咧，佢都有 detail 嗰下嘢咧，即係冇呃飯食嘅真係。好啦，咁啊點喐都得啦，問題唔大啦。咁啊，另外手。嗯。我又係要低少少。嗯，摸摸你先。哇！哇！呢啲係啦，翹心口嘅關節。見到啦。好。咁啊，本身其實個膊頭都係非常之多古靈精怪嘢嘅。嗯、我哋講古靈精怪嘢就係本身佢可以將個成個肩甲拉高，再褪翻出嚟，咁變咗你喐嗰陣時咧，就係我呢邊 O K 嘅，因為佢影未必影得曬，就可以唔使擔心啦。除咗你見到佢所有補曬所有位嘅，係咯，補位之餘，你見到好多 detail 位係喺曬度嘅，冇偷懶，需要擔心。喂，呢度正喎，呢個位，哇，真係夾粒底都做埋。你試下喺度向前引個肩，佢啲組嘢會轉入去先。啱你手遮咗，嘿嘿。你再嚟一次，做唔做到啊？某人有啊有。feel 啦。咁同埋呢一個位其實係彈弓嘅，咁變咗喐嗰陣時候，你亦都唔使太擔心。咁你見到其實就住個可動咧，都係黐線。哇！好 playable 啊呢、這個。咁當然啦，其實呢一個你拉翻後，即係我唔知係太大，拉翻後好啦。咁啊，見到其實佢膊頭亦都有好多啲小的可動關節，令到它動的時候是不會哇再舉高一點，這樣看會清楚一點了，黏牙線，甚至乎你可以看看隔粒底裡面呢，都補足了的，要開一開燈了，我又要串嘴一下，有師兄說上次可不可再，今次可不可再，兩隻 figure 來的嘛，大佬，你的隔粒底裡面全部都補完所有細節的，包括一啲可能大家平時睇唔到嘅膊頭內側呢啲都補翻曬。哦，咁啊，睇到啦，有燈啊，睇到啦。呢個就係 premium 嘅破壞力。咁包括埋佢後邊嘅部分，亦都全部補翻曬嘅。好啦，咁啊，上臂或者叫做膊頭玩完，你就可以再睇翻。其實你見我咁樣扭咧，係非常之實正嘅。係啊。咁呢一個橫切就可以完全好靚咁樣遮曬，但係亦都可以好鬆動咁樣扭。咁當然其實呢一個位係彈弓，所以你喐嗰陣時候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好啦，你會見到前臂呢一度金銀色個位係有支彈弓嘅，點解咧？其實說明書有講嘅。If 如果你想喐呢一個手臂關節嗰陣時，撳落去，喂，有好多師兄問問題喎，點啊？你啲黐線啫！好啦，咁啊，你望翻後邊嘅手踭，全部位補翻曬俾你。係啊，隻手係對接嘅，係對接。我再 show 一 show 俾觀眾睇下嗰個仔細度啊！我再喐一次俾大家睇，仲過癮啦！按掣的話好得意啊！係啊，嗱，喐就係咁樣喐嘅。
但係即係最理想，其實你唔撳都得嘅，但係就變咗容易困花啫。咁你撳咗喐，你咪安全咯。同埋有一樣嘢要讚一讚嘅，你喺咁大件嘢咧，你呢一啲呢趌甩底啦，最重要嘅即係臂關節或者即係叫膊頭關節好實。實之餘咧，你見我係咁喪扭咧，我又冇乜冇特別鏡佢嘅，都唔會鬆。所以躲阻咗阿德哥，啱上我幾個星都問過點解唔用跳屎關節，其實德哥解釋咗一大部分啦，就係因為合金關節咧做得好成熟啊，其實已經，咁就其實已經唔需要用跳屎，同埋跳屎咧係冇錯有好處，嗒嗒聲好過癮，但係咧你要發覺你擺 pose 都係逐格逐格跳，同埋跳屎始終有個磨損性啊，個耐久度咧係有一個限制，可能耐咗可能會鬆啲啊，或者甚至。滑牙其實你都試過，咁而家佢哋發展到就係用合金骨架咧，可以彌補到唔需要用跳齒啦。一來穩陣，而且耐玩，甚至你見響德哥講啱，你係隻手係唔會不舉嘅。你要擺咩動作，其實就放低就 O K 嘅。唔係啊 ，Brian 好努力咁樣解説嗰陣時候，已經喺度玩個前臂夾。咁啊，另外前臂夾你亦都可以睇到拳頭，其實都係一條直軸，再加一個波頭，變咗呢一個手關節。其實很多廠都是這樣做的，不過我反而想 emphasize 的是手指是逐節動是吧，四個關節，一隻手指有四個關節，它多過人類的，因為其實 你發覺人類呢，其實除了四個關節之外呢，它在手上其實最底下是有個收縮的，所以在這裡就再做多一個是模仿的收縮，我數來數去手指尾一二三節，其實為什麼我零零舍舍會做這個手動作手指的動作呢，可能你手要向後面遮遮那個手，對啦對啦對啦，其實是人類才可以，其實我也不太行，你見呢一度係微微向上斜㗎，就係咁樣啦。佢外星人，你遮住，手指係可以咁樣嘅，係一樣唔一樣喎。變咗其實喺呢一個擬人態方面，因為我諗相信唔係有幾多廠會真係喺個手指度花咁多功夫，佢可以做翻好似人咁樣向上斜翻嘅。因為其實很多朋友會覺得，一些造型手的張力會比較好一點，就因為其實有時造型手的師傅呢，他就會去做一些強化過形態的做法，其實可動手上面呢，我們都可以做到這件事的，但是要落多少心機，每一節關節那裡再偷多少少，是啊，還有技術啊成本都高了很多的。好啦，剛才講完手臂，到心口同腰啦。你啱啱送大盒又 sponsor 咗$100啦。Thank you， 多謝曬送大盒。嗱，我淨係俾前面睇先，其實向後咬係有少量 OK 嘅，不過其實都係嗰句啦，重點一定係打側底。哇！請留意。OK。隻手使唔使褪一褪埋係啦？要。係啦，佢呢個亦都唔係人嘅動作嚟嘅咯，斷咗隻骨咁。嗱，本身其實會見到呢一度一節啦，呢一度有一節啦，咁另外當然你協位同埋個腰椎都係有一節嘅，所以見到佢一個即係向前彎嗰個動作係好靚。我哋咬翻直佢先，哇，好實！Articulation demonstration to faster， 我又碌翻隻手落。再 faster， 我哋冇咁大力啊，真啊！好啦，咁啊，另外麻煩捉實啦。OK， 你啦，我幫住你。咁你會見到其實左右都喐到嘅。哦。嗱，另外麻煩大家將個目光留意下喺腰上邊嘅，見到嗰兩塊嘢嘛。其實都有一些連動可以避到，同埋令到方便翻佢腰嗰喐嗰個動作嘅。喂，真係好耐久喎！你兩個大漢喺度咁搖佢都，我真係手軟嘅大佬。即係爛咗。好啦，咁啊，左右啦，左右嗱，本身其實又想講多少少嘅，喺呢一個胸甲，主頭先講咁啊，睇呢一個腰嘅甲，腰甲其實本身你打側睇咧會見到，或者我拉翻上睇咧。其實是有兩浸關節，咁變咗你可以拉出嚟先至左右搖咧都冇問題嘅。咁點解要做到咁出咧？掹埋出嚟呢度先。因為佢有咩嘛？仲有個
側腰甲啦。係，我真係想問。同樣地，嗯，你係見到係可以拉出嚟，點解咧？睇埋個螺友先，後甲。係。咁你就見到成件事係幾咁癲嘅，本身有一個波頭，有一支直軸呢度再接一個波頭，令到佢成塊甲可以咁樣拉出嚟，做咁多為乜咧？德哥呢個部署幾好，一路就係一路營造氣氛，為咩咧？其實就方便翻佢轉腰。因為喺胸嗰個位咧，唔止嘅係咪？胸嗰個其實呢一個位置就唔係俾你喐嘅，咁但係本身佢由翻 hip 位同埋腰轉嗰陣時咧，避免咗撞到任何嘢，咁就可以用翻呢一堆咁誇張嘅裙甲去避免咗甲撞甲嘅情況嘅。係，唔係甲撞線，係甲撞甲。咁可以好靚咁樣收翻埋佢啦。隱藏咗，做咗啲好誇張嘅動作嘅，其實。Yes。啊！呢段時間，實際上忍唔住想問啊呢位朋友，其實咧有幾多塊件或者有幾多個關節咧？我真係因為好似官方好似冇寫。哦，關節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咩？超過幾多咧？幾多百個 articulation 啊？百三以上啊，唔記得啦。係咯，一定過百㗎，因為手指都幾實。件數就因為始終成品嘅關係啦，咁我哋就唔使做膚嘅內骨架，咁件就大概700多咁樣樣嘅。哇！但係都好誇張，700多件喺工廠組裝。係冇錯，係好困難嘅，即係去安排做啲質量檢查嘅時候，其實亦都花咗非常多嘅功夫。真係要俾啲掌聲咧，設計團隊啦、生產團隊啦、QC 團隊，因為你會發覺好亂嘅，你唔係自己喺度砌一副模型，你係喺度做緊一條生產線咧。每一件件又有啲雷同，跟住有好多人參與。哇！呢個飛機，我擺明係玩嘢㗎啦。去驗貨嘅時候係驗到，即係大家通宵達旦、夜媽媽、星期六日都仲做緊咁樣。差唔多，我驗貨率高唔高？即係驗你驗曬係咪？差唔多。最近誒基本上全檢。係咯，我諗你都唔放棄㗎，因為我知道佢哋嗰個風格咧，或者嗰啲當事人咧，即係其實有頭先講嗰個鎮山之寶。我諗啊，唔可以話誇唔誇張，不過我都係一個標誌之作嚟嘅，應該都係嚇，因為大隻啦，二來又仔細啦，仔細啦，咁多可動啦，同埋又個耐久度又咁高啊，加埋咧，其實即係我諗佢哋嘅技術咧發展咗差唔多10多年啦 ，Visual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已經放啊，好放下，哇！要拉個眼鏡呢，拉後少少。用翻嗰個咯，一係就我仲要拉下個公仔，可能要。唔好等等啊，等我好快。我已經好成功咁攞到個平衡噶啦。好，放開手，得噔，掟啲5蚊出嚟，掟啲5蚊出嚟。嗱，冇噶。我哋想唔想揾啲嗰啲人喺度掃一掃咧？嗰啲變魔術嗰啲咧，即係中間冇嘢。好啦，我哋試下。即係我終於明點解啲師兄中意玩下啲咁嘅騎呢動作。明明佢冇可能會咁樣做呢個動作噶嘛？唔係，但係呢隻嘢唔係我冇咁玩啊，大佬。即係試下個產品嗰個平衡性啦，嗰啲重心。其實本身除咗睇翻喺個重心同埋關節嘅鬆緊度愛嚟 show off 之外咧，你會見到佢踢嗰陣時，其實個姿勢都好靚嘅。咁既然都擺呢個姿勢咧，我都唔爭在喐埋只腳俾大家睇。唔該，大家留意翻個膝頭哥，真係要變翻 close up 啦！突然之間。又是很多很漂亮的連動，又是對接的，黐線！還有什麼挑剔呢？除了我只是貧窮限制我的想像之外，我是沒什麼特別投訴的。由於我小弟真的有做過一點點生產的項目跟進，只有你專業的，不是但是真的我是很覺得是很辛苦的，跟這個project我知道會是很辛苦的。其實只是剛才剛才玩的螺友甲都想了2天，是啊，前面那塊甲想了1星期。哇，這個姿勢很有型，做過生產才知道，你 QC 那一下才死，你 Q 到問題那一下怎麼辦呢？不是 Q 到問題就可以了，又要收給觀眾看看，又要拿去跟生產方面講怎樣調停，怎樣再重組。這個是郭富城的 Generation X 那一下好，我基本上都冇乜需要再補充噶啦。咁啊，腳呢啲，唉，循例
嗰個腳踭後邊嗰位，腳踭位玩埋啦，唉，爸就自己睇啊。嗰腳踭位嗰個好多節嘅嗱，腳甲。關於腳咧，我哋可以睇翻，就例如咧，如果你想活動嘅時候，最好就前面呢度咧，其實呢片係可以喐嘅。係。咁跟住之後咧，後邊呢個咧，亦都係可以做一個打開。咁扭翻嘅時候，你會見到個腳嘅向前轉係大黐乸線嘅。係啊。咁後邊咧，其實仲有一個油壓管。係啦，呢個黃色嗰啲嘅。啊！入邊藍色嗰、那個，咁佢下面仲有支柱，嗰、這個係係啊，呢、這個真油壓管嚟嘅。下面嗰個就唔係真嘅。係啦，冇錯。好 detail。好啦，咁啊，其實本身仲可以變到呢、這、一個斯比頓貓嘅，咁啊或者玩唔玩埋佢？你中意或者爆地貓喎，因為爆地貓有好處就係、是，其實就係展現嗰個可動性嘅啫。我其實頭先單腳跳踢已經比。爆地更加爆地噶咯，不過其實大家都唔使擔心，你做得到嗰啲咁樣九十度接埋啦，嚟咯，好快啫。好，誒、哎、交俾你啦，咁就索性。好啦，嗱，本身其實就住要拆嘅件咧，拆心口先啦，俾大家睇埋個心口，唔爭在。係喎。嗱，其實除咗透明件之外咧，入邊嗰啲細節位係全部同你做翻曬嘅。斯比頓。系啦，我咪扎扎。我做咗白冰先。好啦，咁啊，頭先所講嘅斯比頓貓同埋呢一個 Earth 貓，你會好清晰咁樣見到，因為佢唔係一個貨櫃車，所以係冇咗個水撥嘅。哦，點解唔係貨櫃車？咁佢唔系变货嘅车嘛，大佬。星火林落雨噶嘛。OK OK OK， 就自动将个水盆拎开就系。其实交俾你安全啲，系啦。咁就佢前面呢度咧有两个勾位嘅，咁可能系 PVC 嚟嘅，咁就先卡翻落嚟。翻俾你啊！咁就前面呢度咧就对翻嗰几节柱就可以装翻落去噶啦。系啦。哇！啲上色朋友真系好似。邊啲係呢個係真嘅係嘛？先裝咗，我真改啲我就放喺嗱咁啊，都可以見到斯比頓星呢一個我叫排氣啦，就同呢一個貨車模式係好大嘅分別嘅。後邊嘅 detail 位，哎呀，亦都做足俾你嘅。呢套有好多攝石啊，又係。係啦，咁手嘅外針甲咧，呢個反而扣到。你四百幾萬人會唔會去五百萬啊？咁啊？咁呢個係用一個磁石嘅。嗯。其實講個外形，我係中意斯比頓嗰個外形多少少。唔知大家點睇？雖然佢係不可變。係啊，觀眾問呢只。在街出了貨未㗎？出了貨啦，四叉嘢。係啊，有現貨啊！話講過先，嚟呢間玩具鋪有得賣㗎。邊間啊？Seven 咯。有咩配件？而家我哋就正正將啲配件安上去啦。係啊。咁可能又係攝石喎。可能先問咧，個配件就係呢把槍咧，其中一個最主力嘅配件啦。咁其實咧喺一啲車轆嗰度咧，係做咗一啲。導落嘅電導喺上面嘅，咁呢啲斯比頓星嘅外甲咧就用一個磁石嘅方式吸落去嘅。喂，過癮喎！有個好清脆嘅嚓一聲咯。喂，好玩啊！係啦。咁而支槍係點樣上咧？咁佢咧呢度會有兩個配件嘅，咁就用個配件就揀翻你需要用嘅嗰隻手啦。咁然後咧就喺支槍嗰度。卡翻落去上面，或者睇呢邊，佢卡翻落去呢度，吸落去，咁然後咧就攞翻你需要用嗰隻手。咁我哋建議咧揸槍嘅話咧，就你先擺好個動作，擺好咗個動作之後，手指伸出，係啦，因為槍佢本身比較重，咁你擺好咗個動作先將支槍就裝落去佢手掌呢度有個嘅凹配位嘅。清楚其實而家一般即係大型嘅玩具咧，都係用呢個方法就揸得好實同埋好靚。係啦，咁樣樣嘅。係啦，咁就唔會不舉啦。哇！咁啊，可以做翻一啲，例如舉槍。
比盾形態型好多，咁啊睇。係啊，我都係咁話。好，咁啊，整翻個靚啲嘅姿勢就埋齋。其實呢一個就咁樣。Angel 而家就 VA 就冇官網㗎啦，因為 VC 落嚟㗎啦。咁就官網有冇售？正常佢哋官網係有售嘅。咁但係係咪收咗唔知，可以上去 check 下。咁啊，如果官網冇賣曬就幫襯小弟啦。Long shoot 啦。Long 啊。係。哇！還有什麼説話可講？基本上影唔使個槍頭影唔到，影唔到。係啦，咁啊，有英姿本發。嗱，一想比較啊 ，Jackie So 想比較兩隻就難啲，因為可能唔同團隊加又唔同產品。重啊！本身金屬骨架，所以大家攆嗰陣時唔使擔心。你係咪想比後架細只嗰只 TMDLX 版本？啱啊！去到大髀嘅啫。好，連埋盒。好攰，今集玩住咁多先，轉頭見。好重係咪好重？哇！咦，真係用少少力嘅喎。差唔多4kg。係咯，一個 baby 喎。你啊，阿迪啊，準備緊。哦。哇！呢個啲整緊嚟緊嚟料喎，大哥。Good。咁搬咗。哇！有啊，你咪直接上。係啊係啊，擺喺嗰邊。你竟然將當其時的姿勢徹底重演。